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伦，我现在人在台中，没错，又来台中了。台中美食真是超级无敌多。那接下来吃的是蛮特别的，叫做乌骨烧酒鸡。然后因为我们之前就蛮爱喝那种热热的汤，然后又加一点米酒之类的，伙计就说这一家非常好吃，想说来吃看看到底有多好吃。吃这间我马上赶回来，我现在去台北工作。这间是你推荐的哦？对啊，我朋友说很好吃。然后下面是用炭火的，不是用瓦斯的。还点了炒面跟炒饭，感觉很好吃哎。先来喝一口汤。很久吗？还好，但是还蛮好喝的，很浓郁。还是我喝太多酒了，你喝不出来，没有酒。那你喝喝看。我大概已经三个月没喝了。真的啊，你知道吗？哪有这样啊？没有哪些还好。很会演。我觉得它是那种清香的酒，对，米酒，很像我们之前喝的那个他们的。因为我们之前有一起去吃那个海北炖汤，它就真的是浓到很像真的在喝酒的感觉，会有点像喝药嘛，就是上次那个，有点像中药，对，有点像中药，可是这比较好入口，非常好入口，而且它调味蛮清淡，而且我们是点小碗的，我觉得三个人好像蛮刚好的，这样一锅是500元，上课上课，怎样，非常胖。二话鸡肉是比较扎实，然后比较嚼劲的那一种鸡，在山上跑的那一种。对，山上跑的那一种。看它的颜色，应该也是晒了蛮多太阳。无骨鸡，它本来就黑的吧。好，我要来吃鸡肉了。哦，我懂你说的那种感觉，就它不是柴，然后是 QQ 的扎实的那一种，好吃哎。然后他们这边呢，还有炭烤海鲜可以吃，有蛮多的可以选的。然后我们点了这个大卷跟鲜虾。我本来点蛤蟆，但没了。对，听说蛤蟆超推，来吃一下那个炭烤的。来，感觉很好吃哎，蛮物超所值的。那多少钱？很新鲜，好像300。好，现在来吃这个虾了。来客户，我今天吃蛮新鲜的，你要不要吃一个？蛮好吃的，不过它没有特别的调味，对，就是撒胡椒盐。来吃完之后的感想，就是还不错啦，但是感觉如果你想要让自己喝到很醉的汤的话，这件事真的不够。可是有人会来这边喝很醉吗？除了我们？他们一定加一层。就是他自己在点其他的酒，点啤酒之类的。对啊，但是这边就是喝一喝，就是当做吃晚餐。对对，然后就可以去其他地方了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就去其他地方。好的，我们刚刚吃饱啊，现在呢跑来这个柳川这边，因为听说这边就是有一些灯光艺术，我记得他们每年都会有，对不对？对，可是今年好像没有主题，我记得去年好像有什么。今年是不是和尚都没有东西啊？对。灯都是台中美食哎，对啊，所以我们请台中美食部落客帮我们分享一下上面有什么。上面有珍珠汉堡，那是什么珍珠奶茶吗？对，还有嘞，那个是冰淇淋吗？牛排吧，旁边那个、啊、中间那一个汉堡旁边那一个圣代，然后牛排。最前面还有一个热狗堡，但它没有太阳饼哎，怎么会这样子？这里好美。也好美，好好玩啊！而且你看这台伞景真的很漂亮。对。好的，我们现在来到台中的最漂亮的这一个主灯彩虹水柱，好美的，很浮夸，蛮壮观，很浮夸，很想去下面淋水。去，没有人拦住你。
敬大家。敬什么？敬单身。你们又不是单身，你们是吗？你们是吗？我刚刚逛完那个柳川，就是现在跑来喝酒，多了一个人，对，多了赖瑞。然后重点是他刚刚还没认识阿伦，对，我们聊天大概聊了大概两分钟，然后他说，阿伦怎么没来？不好意思，在你眼前，在你眼前，还是我风格变太多啊？以前都是比较，对啊，对，然后现在就是戴帽子。你这个相机感光很好对，它很亮Sony 你不是你知道我这边有多暗吗？哦，你这台是新的那台 EB1， 对，我原本想要买这台，但是我后来买了 BT。扯开话题啊，对，扯开话题被带走，直接被我带走了，对啊，因为真的漂亮，因为我们太久了，我真的太久不见了，有半年吧，感觉差不多，有吗？有，上次见面什么时候？不记得了，不记得了，我也不记得，悲伤了。好的，我们现在来喝这个，我的是。荒野老司机，老司机，好喜欢你啊！我的是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，跟他三号是苹果酒哦，苹果酒，我的就是比较苦一点，很有酒感，所以喜欢酒感的应该会蛮喜欢的。有人今天都穿情侣装啦，什么意思？谢谢 Fort Colette 赞助，谢谢阿伦赞助。你们跟我穿一样，你们怎样？我们有讲好啊，刚好啊，你们有讲好，然后没跟我们讲，他没跟我们讲。我刚刚有点微傻眼，我下次寄给你。我刚刚听到这样，什么意思？什么状况？我下次寄给你，寄给你跟男友。好，好，可以，可以，那我也可以吗？我要申请。可以付钱啊？可以。他们又带我来另外一家了。你不要表现出这么不甘愿啦！对啊，你明明就很开心，为什么要一副不情愿的感觉？对啊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的是五柳手，五柳手在台中其实已经屹立不了很久了，好像是。对，因为这边很长，就是会开开关关，但是五柳手一直都在。哦。对，所以它代表它应该是蛮厉害的。我的水莲来了，去酒屋就是要吃水莲。来，最喜欢什么？水莲。真的吗？我蛮爱吃水莲。那你嘞？水莲，我喜欢这个。讲水莲，喜欢吃这个心，好鸡心。其实我蛮喜欢吃内脏。我觉得明太子系列都很糟。明太子鸡肉串、明太子鸡山药，或是山药明太子，任何加上明太子的东西都觉得都会直接加分。明太子鸡鸡，更 Oh my god！好好吃，你要这么醉就是了，还好吧，没有正常发挥啊。你看起来超醉，没有，真的还好。现在大概三分，是不是你太久没喝酒了？对啊，我觉得太久没喝，这会酒量变差。那你今天真的要喝多一点？为什么？对，为什么？你一个男的跟朋友啊，对啊，跟别人就不行，跟别人不行。他之前都跟男友，然后都不理我们。对。跟大家的朋友们，对对，跨年也是啊，哭哭，我们跨年有约他不来啊，他只去。屁嘞，你不要约我啊，你自己去多批耶。有屁嘞，谁去多批耶？他真的很想去他男朋友的局，然后死不跟我们约。没有，我今年给你澄清的机会。我今年好结束。好的，台中之旅就到那边结束啦。今天就是一个放纵的、很 chill 的台中之旅。就是因为有一群损友，屁耶，我们是好友吧？爱喝酒，爱喝酒哎，爱喝酒的损友们，你喜欢什么人就遇到什么样的人。你讲到什么？什么人就遇到什么样的人，好，没错，都一样，好不好？没错呀。那今天这期影片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喜欢影片订阅我的频道，也可以顺便追踪一下大家了。好了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Peace， 真顺便，拜拜。